我不谈整个金融体监管体制的改革问题，我是讲我所接触到的，我所熟悉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大家都很关注老龄化以后的就是养老保险基金的可持续的问题。那么中央做出了养老保险投资运营的决定，这是等于不光是企业年金，然后接着发展的职业年金，然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都要投资运营。而投资运营的过程当中，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个体制障碍，就是说不光是小西啊，小西你刚才那也会很顺利，让你那也会碰到这些问题，就是现在是银行、证券、保险三个行当分别投资，各有各的产品，各有各的那个，这也没关系，因为市场它会自然的整合的，叫混业经营，它会自然的发展的。问题是我们现在是三个监管机构，各自有各自的规则，各自有各自的这个套路，各自有各自的权威，所以想要实行金融服务实体，提高经济效率非常难。你这儿一个银行办的金融机构，你想涉足一点点保险，涉足一点点证券，那你得到那两个部门去求爷爷告奶奶，还不知道效率有多低啊。同样的，保险的那个公司要涉及到这个别的业务，都碰到同样的问题，这就是体制障碍。我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，是说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在国外的市场发育过程当中有成熟的经验，就是专门的养老金管理公司，而往往这个养老金管理公司，它的由于专业性高，是专项经营，它的这个投资的效率就更高，它的投资组合的这个范围就是更宽泛，所以它的这个效率就更高一些，成本就更低一些。但是如果我们是分业监管的话，一定是层层设障。那么我不知道，我可能说的不对，我们比如香港这个强基金的也是混业经营的，然后也是专门监管的，是吧？并不是三个监管机构去分别监管，是吧？就像这样的经验，我觉得值得我们借鉴。我们真正要想要使养老基金能够投资运营，能够保值增值，能够得到这个使群众得到好处的话，专营的养老金管理公司一定是方向，而要解决的一定有我们现在分散的监管体制的障碍问题。我就讲这些问题。